和化学产化工产品公司组成的这么一个那个这个资本重组的一个公这个新的叫做中宏工业气体公司啊，那么就是资本重组了以后，然后增值了，所以呢，我在这个两个厂的这个从资本重组当中，我是当中方的总经理助理，也就是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担任呢，在这个